那如果我要主动去减少这个距离，很难，是不是？一般都是我们要去减少这个距离，他打我，我要去减少这个距离，这是我主动要减少这个距离，那我要防备他。可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让他来减少这个距离。所以当我让出这个空间的时候，减少这个距离的时候，我已经到了。看不懂？所以这是武术里面减少距离，他打我，我减少距离，这个一样是减少的。看不懂？打斗最困难的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是不是？最难的是这个。所以外门、中门、内门，让别人进来，进来以后别人靠你了，别人主动靠上来了，距离变短。看不懂？所以我说女子防身术里面女孩子要用的，就是女孩子通常受侵犯的时候是男的主动靠近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不要说男的，女孩子说你有练武，男的要来侵犯，你觉得有侵犯，他说嘿，完蛋了，你笨死了。这个距离，他一看你这样的距离拉开了，他就有打你的空间嘛，不要嘛，他要来欺负你嘛，因为是他要来欺负你，你就很怕嘛，他就进来了嘛，是不是？进来了，你就有机会打他，看不懂？好，懂吗？所以当我们不能靠近他的时候，我们让他来靠近我。你们试试看，这也是习惯去用走的。